刚刚那个老孙要请我们，对，喝一个什么？是厉害的、有名的，还是你是知道的，还是想去？啊，知道的是朋友特别推荐。哎呦，哎，因为台中我知道，就是最火的就是珍珠奶茶。珍珠奶茶，没错，因为珍珠奶茶太火，所以不带你们去。OK， 那我们常喝了，没事。没这么调皮呀。对，没办法，我就是一个调皮的青少年。太淘气了吧？你们喜欢吃什么甜点？我很少吃甜点。我不吃甜点。我也很少吃甜点。我也不爱吃甜点。哇，场地车上三个青少年，两个美少女都不吃甜点，那下一个还有喝的吧？有，甜点配了茶饮。甜点它是比较港式的那种。哇，有港式，港式可以哦。有传统的一些甜点，菠萝包什么的。但是呢，它又有很多新的创意的东西，但创意的东西我还不知道什么啊，因为只是朋友特别推荐我去这家。所以我就坚强勇敢地带你们去一下。坚强勇敢，这个我已经，你在你第一个点这样的表现，我已经完全相信你的 style， 你的 sense 都很棒。阿廖都不讲。对，因为我还以为就是特别就是高空弹跳啦。起码确定男生不会吵架。你说这个唯一高空弹跳，我是最不相信我们。蹦极 jumping， no。哎呀。欢迎大家来到田立糖水铺，欢迎光临糖水铺啊！哎，糖糖水水，哎，大家运动完了，我们吃点甜点补充一下。哇，这个可以的，这个没问题。在这么短的过程，全部安排好了。好，但是也知道你们要吃点咸的嘛，也巧妙安排好了。欢迎光临，这是楼上二楼，牙刷们在，还有那种老屋改建的地方。产品最多的那桌，请坐。香港，哦，好香哦！哎，这个应该是香港的哦。对啊，因为香港他们是繁体字哦。这个设计我挺喜欢。对，也是繁体的。享受多多口水，多多开心，开心，开心最重要，最重要，开心最重要，开心最重要。来，搓，在这边。哎呦，搓，这是酸辣汤吗？还是？这个就咸的嘛，你们湾仔翅对不对？湾啊不哎不仔翅，应该是哈不仔翅，对，应该是。这个应该也是咸的，对，你们吃吃看就知道。吃吃看，试一下都试一下。可以试试看。我这个湾仔翅啊，我对湾仔翅，对，最好吃。哦，这个很棒哎。姜汁，姜汁撞奶，姜汁撞奶，真好喝哎，真好喝哎，好细。所以你们刚刚说不喜欢吃甜点，所以有些东西你们要勇敢的跨出，勇敢的跨出人生的地位了。我这个也吃过，说不定日后你会很喜欢吃。港式的甜汤可以耶，可以耶，好好吃哦，而且姜会暖身呢。小竹，你主持美食节目多久了？第五年。你也吃过很多的吧？这个算厉害的哦，这个是可以把它吃完，前几名的，对不对？算前几名。对啊，这是真心可以把它吃完的甜点。待会儿还有一个更特殊的，我不信。对，还没出现。姐，你刚刚喝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这个应该是咸豆花吧？有一点点麻辣的感觉，麻辣。对，然后是豆花吧？那如果说喜欢有一点辣味的话，都可以吃啊。啊，这个豆花如果是麻辣的话，那这个已经是不是已它已经改良过了？对啊，这豆花也蛮好吃的。在香港是不会有的，不会有这个出现。有一点这个，我靠，红醋是吧？哎，对，披萨加的是吧？是吧？辣辣，对啊。这什么？我觉得你这不能吃辣的话，加多点没关系。哎，真的哦，来了，哎，我就说这个。这个有九种口味，都是我们店里面的招牌。我有点觉得它像西米露汁。姐姐，我试了。真的，他说的应该不可能是。没，他芋头，它的味道好神秘。很神秘。就紫薯，对。紫薯。紫薯耶！刚刚我说嘛，紫薯。OK， 那 OK 啦。那刚才是吗？是有地瓜的口感。紫瓜，紫薯就是地瓜。紫地瓜，这闻是花生啊。哎，杏仁。绿色的，答错，答错，对啦，它是不是有杏仁？那是什么？它里面，因为它是用开心果仁它去制作，那有淡淡的杏仁味。这个我下辈子也吃不出来啊！开心果，谁会知道开心果啊？绿色的，这个很难啦。但是开心果什么？开心果鬼口水，开心鬼口水。哦，开心鬼口水，开心鬼。口水，他吃完也没有很开心啊，因为我猜错我不开心啊，我猜对就很开心，不可能也会猜到开心鬼的啦，不可能的，我靠！好，没关系，继续啊，好来继续，你只要那个就这些陈皮红豆，简单，
杏仁牛奶，这个杏仁牛奶，对杏仁。哎呀，又被他们炖掉了。好，来，不用猜这个，花生米。哎，不对，没有花生这个，啊，不行啊，它是坚果，又是坚果对吗？核桃吗？核桃糊。哇！啊，这太难猜了。核桃糊吧。 可以了，可以了。猜错的东西用，因为花生也是坚果的一种。那你要把那杯吃掉吗？好，来。嗯。我一猜这个西米露嘛。但是是什么西米露？哦，榴莲西米露。哇！你闻就，你闻一下就知道。太好了。好榴莲哦，你。好中意啊！我很中意的啦，我很喜欢。讲话就是榴莲味。这时候我们来拍个吻戏，今天被拒绝。先不要。不要。 我说干地系，吃龟苓膏啊，龟苓膏，牛，钵仔糕，钵仔糕，哎，这个国语怎么说啊？你们这个钵仔糕，钵仔糕，钵仔糕，仔糕啊，啊，这么特别，这个是黑糖珍珠，然后这个是斑斓，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呢，只有这个，香柠檬，从这是咸的，咸的，甜的，这是咸的，这个，对，其他都是甜的，就是像我们台湾那个桂嘛，对不对？ 有点像蛙桂，类似，嗯，没问题的。看看你们就跟一般的龟苓膏，这个挺养生的，这个龟苓膏平时对啊，龟苓膏 OK 的。蛮好吃的。我看那个黏，你看那个黏度就知道，微苦了，嗯，有蜂蜜嘛？那还好。因为我平常有吃黄连的习惯。哦，幸好不是哑巴。来来来，青少年，可以吃，可以吃。蛮好吃的，姐姐要吃看看吗？吃看。 哇，我这个真的是回到小学的那个，嗯，有点像仙草。对呀，桂林都就像是一个，只是它有一点苦味。哎，其实你们可以吃，哎，是蛮好吃的，像烧仙草，想骗我？对，但是尾韵有点苦哎，好苦哦。我这人很能吃苦。那就准备干。真的很苦，真的不怕了，它尾巴真的很苦。真的不怕了，我不怕。它尾巴真的很苦，真的有苦。嗯。 我虽然很久没有回香港，但是它的甜点已经是有了很大的改变跟改进，尤其那个卜仔糕，然后呢没有以前这么甜，包括那个什么九宫格，那个已经是好天花板了，还有一系列的小菜，我觉得他这个老板我都不知道他赚什么钱，好便宜，我觉得跟香港比他是比香港便宜了至少一半，台中做甜点他们真的好接地气。OK， 吃的满意吗？非常好，对，非常期待下一点了，下一点。其实明天所有的安排呢是。 让师傅单位，然后迁就我的那一份热情跟我的有点擅长的东西呢，可能会感染你。所以明天的行程是不是你任性了？哦，明天更加任性，今天算是保守的了，明天狂野。我觉得狂野加开放，算保守。明天今天很保守，今天很保守。明天会再多一点。明天我还是期待，但是我也是抱着一个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，对。Anyway， 明天的意外你不知道，哎，不对，明天跟那个成功，这不知道谁会先到来，我们期待一下，期待明天，应该是蛮冒险的啦，来，好呀，冒险的明天迎接老爷。今天的这样子半天的相处下来，其实相处起来是很亲切，然后这个旅程应该不用太担心。玩水跟玩高其实都会蛮害怕，可是我会觉得说，既然都出来玩了，我会体验看看。 不管了，就是等明天再说。OK 啊，没问题啊 ，OK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先录节目，再见。啊，好，森哥，我们明天要去海边哦，这个导游其交给你保管。哇，神圣的，第一次做导游，但是我相信明天我巧妙的安排呢，一定会让我的小伙伴们呢，瞬间他的情绪，他的每一寸的肌肤，然后呢。 都瞬间沸腾狂野起来。那我们明天见哦，加油！加油，明天见。等一下我们要去海边哦，帮我补一个防晒吧。好，一定很晒，很可怕哎。对呀，明天超热。 这是不是要出去前20分钟就可以了？好。
大家都吃好睡好了，非常好哎。OK， 哇，你们要去哪里啊？你要不要讲一下？上车再学啦，来把行李给我，来，我这个应该有50公斤哦。太夸张了，这个太夸张了，多了。带大家去的第一个项目呢，就是大安滨海乐园，绝代风华俱乐部。绝代风华，嗯，名字取得倒挺雅，很屌。绝代风华俱乐部，感觉像十里洋场，不要，有点像酒店的名字。今天安排这个项目呢，我是特别特别的期待，因为我特别喜欢水上的项目。是，看你皮肤就知道。这个风筝、冲浪也是我唯一没敢接触的。唯一没敢接触，没敢接触，你还带我们去玩？没敢接触还是没敢接触的？我没接触过，没机会，没机会接触，没就是有好多次，但是为什么不是没胆？我不知道，后来就可能真的是留到现在，然后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啊。所以说这个，凡姐鼓起勇气，跨出人生的地步，说不定你真的会爱上，真有爱上。冷静，冷静。天哥，哎，躲在我后面，可以，先闭气。哎呀，今天天气算不错。前面就是台湾海峡，然后这些就是那个风力发电嘛，这个台湾海峡上面。我觉得他们失控了，他们完全失控，我把他叫回来。他是个疯子，他真的超疯的。因为他一开始我坐上他的车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扶着扶着脚，没有，我不会奇怪，放心。”太失控，很可怕。他的花甲太疯了，谢谢。哎，我已经很冷。我已经很冷静了，你失控冲下去，好可怜哦，好可怜哦。说真的，今天这个项目我是期待已久的，所有水上项目我都接触过。教练，你好，今天带了三个伙伴过来一起分享一下这个风筝冲浪。那为风筝冲浪，对，通常是以风为主要的动力，一个冲浪板在水面上滑行的一个动作。对，但是我们今天的风力稍微不达标，没有这么强，哎，所以我们就改成一个是动力冲浪。动力冲浪，对，有什么区别？这样你开心了，那你看他一直微笑，你知道吗？今天不达标，所以没办法冲浪。有一个自主动力会比风筝冲浪更简单、更刺激。什么东西？再换一个，excuse me， 好不好？一定要刺激，我们可以简单，但不要刺激吗？来到这里就刺激到底，凡姐，我们先以你为主啊，保护你啊，放心，绝对要保护你。今天操作的场地都会控制在踩得到底的，所以有任何问题，你不要躺在水里尖叫，站起来就好。好，我拉不起来，教练。教练，我这个刚好。教练，我真的太松了。又来。教练，我讲话没有这样哦。教练娶老婆的有小孩，没，哎，没有，不要想太多，是因为太松。好，你能不能看一下我这个袋子？可以吗？你看，都这个岁数了还用这招？啊？不是，前人无关爱吗？站起来就好，好，确实不容易。耶！我一定掉的，我每次玩这个，我和平衡感很差。啊，风险教练，我来了。啊！抓错，没办法控制，是船货，把这个乱入的人给带走。船货，放水了，放水了，加油呗！
了把那个樊姐整个抓过来是吗？不不不，你就一直听到远方他说很棒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加油小哥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我手刚刚就是有一点夹到还是淤青了，然后就很痛，我怕影响我等一下的成绩，那又输得很难看的话，那我就弃权，弃权。那我们看一下你的手好不好？我的手，我的手幸好像有好一点了。那可以下海吧？我刚才一直揉捏，一直按摩，有好一点的。下来。啊，你赢了，什么东西？你时间比我长，站在上面的那个腿是会抖的啦，真的。有点遗憾的是，没有玩到风筝冲浪，因为教练说呢，今天的风速不够，啊，只有四级还不到啊，所以说没有关系，对我来说是遗憾。我们这次认识了，你接下来台湾，我就带你来玩呐，好不好？教练要记得我们啊。就像教练讲的，离开那个冲浪板。直接就是踩到沙子了，就是非常的浅。只是你在上面面对很大的海的时候，其实你会有一点畏惧，会觉得它跟我们想象中的就是很深的那一种。对，本来是想要说服姐姐的，但感觉到姐姐真的觉得很恐惧，觉得有点可惜。接下来还有遇到类似跨出去的那种感觉的时候，我会鼓励她尝试一下。脚有酸呢，铁定酸，因为你会很紧张，然后下面完全硬着，但你很 OK 啊！你看你都就玩了一圈回来都没摔，抓住它，然后用屁股破开的，我还蛮喜欢这个型，对，挺好玩的。你最辛苦啊，刚玩的累不累？拍手会拍得很累的，手有没有痛 ？OK， 就是淤青，就是拍到淤青。听小周说你在帮我们加油，喉咙是不是沙哑？沙哑，对，要吃龙角散。刚刚消耗了很多的能量，对，对我特别找了一个非常厉害的高 CP 值的铁板烧。铁板烧，哎呀，你知道小婉姐她是开铁板烧的，我去过，你去过，那去过，竟敢在那个关公面前耍大刀啊？对，好大的胆，这边好像是小刀，不是大刀。是乐葵吗？哎，耶，乐葵，对，是我的朋友。哦，那你就交代一下，叫他招待一些。是我们就是型男的 Jerry 师傅。哦 ，Jerry 啊，哎，我认识啊。啊，那也是你的朋友。哇，耶，啊，都认识啊，开心，太棒，那这应该不错。耶，完美。我是花甲之年正青春，我是少年正得意。走，跟着我们去旅行，按上订阅，加上小铃铛，行程超乎你的想象。快点！